神就让他拣选的子民学习一项很重要的功课，那就是信心。一直到新约，耶稣还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信心的重要性。当我们看不见天父、触不着耶稣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一直都在。让我们来唱这首《那双看不见的手》。你正在对我低语。
是风雨。